光市梓官区科寮国小举行创校百年校庆，市长陈其迈一号亲自前往祝贺，并且献上温馨的祝福。全校师生也为了百年校庆做足了准备，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盛装打扮表演，以欢乐的阅兵模式为学校过百岁的生日。更是以海洋为核心教育的32所学校里，科寮国小不但拥有最悠久的历史，也是一间位于海景第一排的学校。今年以科寮百年海月风华为题欢庆百岁，展现滨海学校的活力朝气，也让到场的市长叔叔感受到活泼欢乐的气氛。市长叔叔不晓得科寮国小离海边那么近，可以说是全台湾离海边最近的小学，也是最美丽的小学，因为这里有最可爱的小朋友。我刚刚在台上跟几位各位的学长学姐聊天，他们都非常开心地聊着很久以前，很久很久以前在科寮国小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。大声唱出来，科寮国小创校百年以来，致力于国民基础教育的任务，春风化雨，培育栋梁。市长陈其迈也祝福科寮国小风华再现，继续迈向下一个百年。